子花种植种植方法。种植栀子花，先选择饱满的成熟果实，将种子取出来，然后选择土壤深厚、疏松、肥沃的地方才可以种植。可以春播，也可以秋播，多选择在秋天的时候，最好是在雨水前后。如果你选择秋季播种，那么秋分前后的时间比较好。一般来说，选择向阳的山坡最好，选择土层深厚的地方。播种时一定要先将种子混入火灰之中，然后再撒到土壤上，撒好之后再盖上一层薄土，浇水即可。